现了20年这个明网水平时代，普通人的机会在哪儿？我们又该做点什么呢？首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明网星啊，作为一颗时代星体，它更多的是反映出来集体潜意识的状态。那么它在星象里面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记住这几个关键词：深挖、深藏、深渊。明网所在之处都会调动起人们的狠劲去死磕某样事物，它能够让人心无旁骛，视为如注，也能够让人执迷不悟，作茧自缚。它能够挖掘到深藏的宝物，也能够挖到深渊里的痛苦。上一个冥王摩羯时代，从2009年恒大在港交所正式上市开幕到2024年恒大被发清盘令落幕，我们也借此再体会了一下啥叫真正的土元素。土元素尤其是这个摩羯座，它其实跟这个物质大地链接是最为紧密的，所以说上一个冥王摩羯的15-16年的时间里面，这个资源啊来源于地气，从具体的房屋土地到抽象的地权公力。上次冥王在摩羯座是1762年到1778年，英国第一台纺织机解放了人类的体力，人类呢正式进入了蒸汽时代，也加速了对地的开采。紧接着从1778年到1798年啊，这个冥王星也进入到了水瓶座。在历史的知识点里面，欧洲和北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儿也是一道送分题。同时期这个天王星的发现也拓宽了人类认知当中太阳系的边界。而再上个冥王摩羯时代呢，是1516年到1532年，刚好这个麦哲伦完成了他的全球航行，人们第一次认识到这个地球是圆的。紧接着冥王星又来到了水瓶座，这个哥白尼发表了他的天体运行说，人们第一次认知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其实观察历史上，从冥王摩羯过渡到冥王水瓶座的时候，人们都是那种从低头赶路变为抬头看路的状态，从对权威对物质的信仰变成对个性对精神的张扬。冥王星呢，它一定是要深挖，它能够挖掘出深层的资源，它也能够挖掘出深层的危险。接下来这个冥王星要挖的就是水瓶座的取向。那么这个水瓶座具体还有什么样的取向呢？首先大家看看这个水瓶座的符号，这个波浪形，它会代表了任何的波动以及任何跟空中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说电波、光波、声波、讯号之类的，也代表了这个大海的波纹啊，就是那种一滴滴雨水、一滴滴河流汇入大海，消失了自我之后，在集体当中又变得波澜壮阔的感觉，这就是水瓶座的根本意象。所以说，水瓶座在天为光，在地为电，在人成群，在事多变，在内是精神的荡漾，在外是文化的百花齐放。那么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捕捉出哪些行业将是接下来的风口？什么样的作风又是接下来的时代底色？是不是就不难理解像航空航天、新能源、新通讯、人工智能、小众文化、素人自媒体等等一系列的新事物的横空出世？那么这些我在3-4年前就已经反复说过了，现在回头想想，是不是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和自己当下的角色？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冥王水瓶座的20年的时间确实有非常新鲜的资源等待我们去开采，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冥王星带来的阴暗面。首先，这种去中心化的信息链接确实提升了每一个个体被看见的便利性，但同时呢，也降低了每一个个体去释放罪恶的成本。我们每一次在群体当中不设防的表达自己，都增加了与其他群体碰撞摩擦的风险。比如说网络暴力的产生，就是那些跟你圈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的人低成本的跟你碰撞在一起，有低成本的对异己进行攻击。而满足这一切的前提非常的简单，就是信息不对等。每个人的贪念、每个人的愤怒都可以在任何一根网线上把你拖进这片黑暗森林。当你已经沦为森林当中的猎物的时候，你可能还以为自己就是个猎人。另外，水瓶的取向也确实代表了个性文化的百花齐放，但是当每一个人都在盲目的追求个性化的表达的时候，个性实际上会淹没在超出格的表达当中。我们看到的只有逐渐趋同的网络热梗和潮流风向，有个性也会沦为泯灭真正个性的那把猎枪。因为人们可能会不自觉地迫不及待地去融入某一类群体、某一类信号标签当中。当标签化的二手信息多到让人窒息的时候，有多少人还有能力独立思考，还愿意耐心地去对待每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去抽丝剥茧，耐心地去体验一场完整的花开花谢。冥王星的阴暗面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就像上一个冥王摩羯的时代，功利主义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却助长了唯利是图的贪婪。消费主义拉动了经济，却让很多本该滋养自己的人迷失在对消费的依赖当中。对土地的过度开采和不当利用，也加剧了对地球的伤害。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唯成功论的这个摩羯时代的落幕和去中心化的水瓶时代的兴起，实际上这会不会演变成为用另一种贪嗔痴的模式去收拾前面的贪嗔痴留下来的烂摊子？这是我们在运用时代资源的时候值得保持清醒的地方。这种清醒能不能帮你赚到钱我不知道，但是我能保证的是这种清醒能够让你不被这个时代所驾驭，而是反过来可以去驾驭这个时代。所以接下来面对这个新时代，我们要做的有三层。第一层就是看清时代趋势，跟对风口，比如说文化精神、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还有航空航天之类的，以及能够便利每一个个体被看见的行业。第二层呢是看懂时代底色，调整自己的作风，比如说从功利主义复制成功学转变成为理性主义，并且尊重个性与差别，尊重每一份精神食粮。第三层呢是看透时代的深渊，不被时代所操控，比如说要警惕信息茧房，警惕成为乌合之众，以及及时从这种充满诱惑的黑暗森林当中抽身。那么现在的你走到了哪一层呢？